尊敬的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赌神 Jack，这期节目给大家来到美国的超市，它是沃尔玛集团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和沃尔玛超市来取货。美国的超市呢，你可以在里面逛，逛了以后结账，但是这种方式呢比较浪费时间。一开始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喜欢逛，大概逛一次要1到2个小时，走好久。后来我发现，在网上买比较快捷，然后过来 pick up，还可以有返利网的返现和信用卡返现，还有山姆会员店的返现，这样比较快捷方便，直接搜索然后过来取就可以了。也可以外送到家，不过需要额外加费用。如果你是有钱人或者比较急，就可以选择 delivery，就是给你送到家。像我们穷人就直接来取。下面给大家看看一般老百姓怎么到山姆和沃尔玛提货。谢谢大家。沃尔玛的单品价格就是所有的消费品的价格，是所有超市里面最低的。当然也有一些例外，但是大部分90%都是最低的。所以说，这种 pick up 方式，你出去办个事啊，顺路到这个沃尔玛或者山姆取一下是最好的。然后呢，山姆的价格和 Costco 有一些就是差不多的地方，有一些是一样的，有一些有高低，具体你需要哪些你就比较一下。然后呢，山姆和 Costco 都是可以加油的。它的加油的价格，就是汽油的价格是所有加油站里面最便宜的。不过，在 Costco 只能用 Visa 信用卡或者是储蓄卡。你在山姆可以用万事达卡加油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返现。所以说，加油最便宜的地方还是在山姆会员。所以说，有时候来取完货可以直接就加个油再走。Thank you so much. 来美国的旅游的朋友，特别是大城市旅游住酒店，你可以在沃尔玛 APP 上面下单外送到你的酒店，办个会员，就没有外送费。但是如果你点的少的话，就不用会员，比你出去打车出去买累得要死好多了。Thank you. You too.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如何在山姆会员店加油。这是基本上是最便宜的加油站，比其他品牌的话，但是加油等的时间可能比较长，有的时候快，有的时候慢，10到20分钟吧。如果你非常急，就不要来超市加了。但是价格确实是最便宜的。如果你的时薪比较高，不推荐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山姆会员店加油站，来加油。这边的油比外面要便宜个4毛左右，40美分一加仑。但油的品质呢，并不低，甚至还比那些品牌加油站的那个品质有保证。因为不同的加油站、不同地点，它的油品，它有的时候多一点那个乙醇，有的时候少一点。但是山姆和 Costco 它的油品还是品质比较一样的。我试了大概4万公里的距离，都是跟什么壳牌啊、雪佛龙啊差不多，油耗烧起来都差不多。所以说能尽量在这个山姆或者 Costco 加，尽量在这边加，一年也能省下个100到200，能把会员费省下来。下面等一下，来到我就教大家怎么加油。加油跟国内不一样，这边都是自己加。如果你有车或者第一次租车来租车玩，你肯定是要学一下自己加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不会加，车开没有了，
那时候租了一个牧马人，不知道怎么加。如果不租牧马人，开个几天也不会没有人。不推荐大家租牧马人。现在我们来山姆加油。我操，这个会不会有点远？现在我们来山姆加油啊！第一次加油就是先用会员卡，会员卡插进去。再用支付卡，如果是中国的卡，他会叫你输邮编，你就输你们那个邮编，然后最后一位不要出去。有时候会叫你输，有时候不叫你输。然后来这个。然后选，我这个车是87号油。然后如果是在左边，你就要拉过来，拉过来，然后开油箱盖，就这样。就是这样，在左边的话。你的油箱在左边，你就尽量停这个枪在左边的。如果在右边，你就怎么在右边，你怎么方便怎么来。这边油价比外面便宜三四毛，就是山姆它的年费，第一次是如果你用优惠的话，可能70块钱就能办到，就是最顶级的这个110的，然后 Costco 要120。看你想办哪个，我建议就是你哪个离你家近你就办哪个，这样都很方便，不要舍近求远，越近越好，就能节约时间，更多时间休息啊，赚钱都可以。现在我们正在加啊，我的车13加仑。华达、拉斯维加斯这个山姆比较多。然后枪好了，这样右手提着，左手关油箱盖，关门，OK。然后放回去，我操，放回去就没了。他也没有票，走。到山姆，现在到山姆再取点货，就是说来加个油，然后取货。为什么要取货呢？取货能节约时间，你在网站上面下好单，已经付好钱了，就不用逛，逛一下怎么也得1个小时，而且也很累。网上还有返利网可以返现。就是配合信用卡能达到17%，但是 Costco 好像没有，所以说大部分东西都在山姆买。现在我们开到山姆的取货区，不管是沃尔玛还是山姆，都可以来点取货，来这边取。你比如说，你停几号？也就是在 APP 上面操作点几号，你就停在几号，我在这个取货区就很方便。
这个不用录了，我来录。I'm here。三号。Gotcha。就好了，就 OK 了。然后人家过来以后直接来。这两边呢是山姆和沃尔玛的保养厂，沃尔玛可以换机油，做一些常规的油水更换，这个轮胎也可以买，山姆也可以买，山姆只可以买轮胎，就是说他帮你换，没有油水和油水更换，没有常规保养。沃尔玛是你在他这个汽车部门、汽车配件部门，你买那个东西，然后给钱换。这个我以后会介绍的。这是山姆的轮胎厂，你把车停在这边，然后进去逛去，然后他就帮你换。Costco 也有相应的服务，我只在 Costco 买过轮胎，没有在这边买过。Costco 是，你如果坏了不能修，他收你个几十块钱给你换，直接换新轮胎，能修他就会免费帮你修。右边有战斗机。可能是空军的飞机。这个速度这么快，不是飞机。我哥，现在送货小哥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。好几个人的东西，这边一排人在等。他根据不同的姓名单号，然后给你。他有的东西也是寄到家里面，像这种生鲜，就是都是自取。这边也可以选择 delivery， 就贵一点，就是你可能要给个$10的外送费。$10外送费跟那个重量有关系啊，美国人工非常贵。如果是刚来美国还没有买车的朋友，可以先办一个沃尔玛的会员，然后这样 delivery 有的时候可以免费，就可以送一些菜到你家，就不用走很远啊，去别的超市。但如果说你那边没有沃尔玛的话，就自求多福吧。沃尔玛的 APP 要单独下，然后会员要单独买，跟山姆是分开的，大概一年$100多，还是比较值的。然后撤退。